爹闪亮登场。好，谢谢。欢迎你。杰哥加油，杰哥加油。天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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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蔚蓝吧。他没有心计，嗯，对，他跟你交往那种淳朴，他就是你信赖的人。我的人生，我的爱在哪里？后来装鬼知道个儿最矮的那鬼。遥想长空远，烟雾江上缺。我们没有饭吃的时候，就直接奔他家吃饭去。嗯。然后平时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喜欢找他去开解。我觉得要用善良的心去对待每一个人。杰哥在圈中的好友非常多，我们来看一看圈中好友眼中的李杰。2004年的8月份认识的，来北京的一个礼拜，差不多得有3-4年的时间了吧。现在年头应该有个7-8年到10年左右啊。基本上一个礼拜得有4-5天，天天泡在一起。除了和这个爱人在一起之外，我们俩待的时间是最长的了。杰哥经常给我打电话说，小子缺不缺钱。其实他可以成为一个鬼才，超凡脱俗，我感觉是非常有他自己风格。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有很多的这种像新疆的风味也好，然后各种不同的民族乐器，只要听到这首歌，这就是杰哥的作品。对，就是特别有标志性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我们俩曾经把一家酒吧的酒喝光，我们总共我们两个人喝了那种小瓶的 Corona， 就是那个小支的啤酒，我们俩喝了70几瓶。有一次他跟一个朋友在一起拼酒嘛，就这个拼到最后，拼了3天3夜，喝到最后呢，那个墙上有一根两根弦的吉他，两根不是三根弦，在墙上很高的地方挂着，说，哎，服务员，把这吉他给我拿来，我想写首歌。陆陆续续听说好几次，就是又祭酒了，然后后来又有酒局了，还是这样。每天都是不是说一次着喝，而是一直在喝。每次他呢喝到这个酒酣耳热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非常非常奇怪的一种这个现象，就是呢他的这个他喝到了一定的程度呢，就会开始咬牙，咬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啊。然后呢，这个牙齿呢，一般来讲，我们这个牙齿咬的是做梦的时候会咬牙会响。他这个喝完酒以后呢，他随便这样一咬，嘎吱嘎吱嘎吱就能响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哎呀，杰哥真是奇葩啊。希望你一直这样下去，就是想喝就喝，想唱就唱。然后杰哥也别老让我唱和声了，让我唱唱你的作品。祝杰哥你的音乐会能够大获成功。我们也希望将来我能够跟杰能够一起能够在创作上或者是在我的音乐作品当中都能够有杰子的作品。杰哥加油，我也加油，一定要加油，杰子加油。杰哥，谢谢导演。先不着急往回着吧，我们接着那个短片，让台下的两位也就着短片再说说杰哥喝酒。我能说一件事啊？说。你又威胁人家。他喝酒啊，有的时候真性情表达的特别的淋漓尽致，但是有的时候呢，因为喝酒也耽误事儿。有一次在录音棚里，他在这个外头，我在里边，我戴着耳机就听他教我唱，你这一句一定要唱成什么样。我说好啊，等一会儿，在里边戴耳机还没动静，再过一会儿他趴那台子上睡着了，他喝多了。然后呢睡了4个小时以后起来了，嗯，等他醒酒了的时候，就是一般都是承认错误，硬着错了。就是别的我就先不说了，交给他。留点面子啊。一度有几年我半夜特别怕电话响，嗯，因为这个一电话一响准是早上4点钟或者3点半左右，那杰哥就来电话了。大南，我想你啊。你都不来看我。咬牙吗？咬牙没有啊，我就看，哎呀，杰哥这怎么了？我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个还哭了呢？我说马上到，1-2-5分钟。嗯，
去了以后一开门，一看杰哥，来来喝一杯，喝根本就没事儿。这个一喝酒之后愿意跟人交流感情，红旗飘飘就是红旗飘飘。我记得2:30不到3点打电话，弟弟你赶快来，我写了一首特别适合你的歌，我太激动了。完了之后我说那我马上就到，去了之后先喝一瓶酒，我好喝一瓶酒，因为他就弹红旗飘飘。当时我一听，我说这歌确实是太好了，所以我说这个谁不能给你，只能留给我。他说我就是给你写的。哎，你说话还跟这个很像。对，完再来一瓶，又来一瓶。行，我觉得呀，这个别人都是酒后吐真言，这杰哥不光吐了真言，还能酒后吐佳作哈。你这酒还得喝，我赞成。对，现在不敢喝了。为什么呢？这个喝完，他们都不让我喝酒。啊，我跟他们在一起坚决不喝，自己也为人父，我觉得应该稍微的适度一点。这个特别难把握。但是有一个人说，我看你好像听，他不让你喝，你就真不喝了。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之前短片里见到的古建芬老师哈。我作品音乐会的时候给我下命令。要多写作品。把酒给记了。然后我就给古老师跪下了，我说古老师，我一定听你的。从那以后，我坚持了很久很久，现在差不多3年半，现在也不敢跟他说。现在有的时候偷着喝一点，身边的好兄弟、好朋友，说真话，说真话，因为他俩都在这儿，我别说假话。对，没错。有的时候喝一点，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把酒控制好了是好事，你如果让酒给你控制了。我觉得就完了。但是每一个好朋友、好兄弟，咱们监督着点杰哥，以不破坏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少喝点酒，可以喝，好吗？好。我一直认为他的旋律非常的好。你看他那个满足劲儿啊！哎呀。表达我的衷肠。他的那种真的性情给兄弟们感染的那种情感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从机场刚刚赶过来的中国唯一的老朋友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其实呢，当时宋祖英也是接受到了我们中文国际频道的一份邀请，为我们演唱了由李杰创作的我们的百集系列片《边疆行》的主题歌《边疆颂歌》，这也开始了宋祖英和李杰的初次合作。第一次这个杨总就是杨刚毅老总给我打电话说，希望我演唱这首主题歌，也是纠结了很长时间，因为那个音域不是很合适，特别偏流行。我怕我唱不好，怕唱不到位，所以跟他也说了，他说没问题，特别先给我唱了一遍，充满感情的、激情的给我唱一遍。我觉得他这个可能是他的风格和特点，就是对每一首作品都充满激情，所以他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对我的启发特别重要。最后其实我是按照我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理解，按照他的那个版模板这么录下来的。到最后的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大气。在我的所有的声乐作品里头，它应该算一首特别不一样的作品。对，应该说比较时尚。易于传唱，而且充满感情，很喜欢。其实我不是他请来的，捎带上的。怎么这么说呢？我前几天没事干的时候，要一个朋友写了一首词，我说找一个作曲家写吧，想谁合适呢？想来想去，我说李杰应该是很好，他能写好。你当时为什么觉得李杰一定是很好、很适合？我一直认为他的旋律非常的好。他的配器，而且他对音乐的感觉，对特别是歌手的启发。对作品的更深的了解，就是有很大的帮助。他说，我正要找你，但是我不敢找你。既然来电话了，那我就跟你说吧。过几天我有个专场录，你能帮我去吗？我说什么时候？他说今天晚上。所以我说那我会想办法，一定赶到现场，因为我对他。掌声好吧。好。接下来我们把舞台是不是应该留给宋祖英？对对对，谢谢，为我们带来《边疆颂歌》。
说便将诗情画意，那支边疆历经风雨，都说边疆风景秀丽，那支边疆也有潮落潮起。那觉得这首歌怎么样？特别好听。哎，我头一次给他写歌。对，我刚才很仔细听了一下宋祖唱这首歌，由衷的想说一句，其实宋祖英可以有很多种变化。嗯。流行加你的特色，这是别人不能取代的，特别好听。嗯。哪天那个把这首歌你改编成女生二重唱？我去给你伴唱，好不好？我唱二部。哎呀，我们都听见了啊，我们都听见了。谢谢主爷啊，谢谢谢谢。好，谢谢。这么多年走过来，我相信你在大家心目当中那个温暖没变，但是可能自己做事的风格应该有一些转变了哈。转变很多，应该说，咱还落到酒上吧。啊，行。其实我现在的酒和过去喝的酒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过去是什么心情？过去是。包括自己的事业不如意啊，家庭不如意啊，很多很多的怨气发泄。嗯，现在感觉很舒服，很幸福。嗯。有一种非常怎么说呢，能触摸到幸福的感觉。最近这些年感受到杰哥的变化，别人都说一个人的变化是在不经意当中。恰好他是相反的，他是在经历当中，他无时无刻的好像每一年、每半年、每几个月，甚至每一个月，他都在提醒自己。他不这样的话，他失去很多的好朋友，因为很多好朋友呢，没有那个义务天天看你这么闹，看你这么作，对吧？就说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但是说有的时候吧，他
他这种东西会给朋友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呢，他不停地告诉自己要去改变。其实我现在最大的改变，其实一个是自己自身，另外感谢我现在的老婆啊，王冉，还真是、啊、感谢她、嗯、啊，给我、啊、给我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啊、李斯特啊，睡着了。其实我这个人性格很作，按他们的话来讲很闹、嗯，一般的人不适合跟我在一起生活，做朋友绝对是最好的朋友，嗯、啊，最两肋插刀的朋友。如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可能，作为我太太，可能就会包容很多很多。嗯，因为我太个性化了。有什么，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希望我的老婆还能多理解我啊。感谢您的包容，谢谢。而您的这份非常温暖的支持，才让今天舞台上的杰哥能够踏踏实实的创作，踏踏实实的在音乐里行走，这是一定的。嗯，也特别想问问孙楠，杰哥的这种温暖的变化你感受到了吗？我觉得一个男人他应该有自己的情怀啊，其实我不反对他喝一点酒，嗯，因为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偶尔可以小酌一点。所以前几年两三年前一直他不喝酒，包括我们出去聚会的时候他也很少喝，嗯，只喝饮料，坚决不喝酒，这是没错，是这样。完了之后，他都非常亲切的看着我们喝。其实我当时心里也挺心疼的，我觉得哎呀，其实可以，如果有个度量的，有个度的话，其实可以少喝一点。但现在我觉得最好，完了幸福在身边，那么喝的那酒那就是甘露。对，说的太好了，而且我想哈，在座好朋友们都可以放心了，他就是喝一点点酒，微醉的时候。嫂子会送上一杯温暖的解酒茶的，你看他那个满足劲儿啊，哎呀，让我这没成家的好生嫉妒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保持这种非常温暖的氛围，来听一首悠然的歌曲《中国字画》。再次掌声有请你们的好兄弟太阳部落来。细细雪浪好，北风疏离，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心意，淡淡的思绪，几缕墨迹，透过了诗情画意，留白含蓄，并不多余，爱的话语，只
直在聊呢哈，这个说你们今天的演出服也是他替你们这个。杰哥的创意，这个是。创意哈，杰哥为什么？好多人说那个像邮电局的，是这样吗？杰哥，这颜色也是你给他们挑的。对，因为他们的音乐风格现在已经不是纯原生态的那种，从服装上来讲，我觉得应该更新鲜，让大伙看更亮丽一点。这颜色是够亮丽的。过去我问杰哥，我说。这个我们这个颜色为什么要选绿色？杰哥说了，就说公司的那桌子就是绿色的。哦，就是。这个怎么样，大英？好看吗？杰哥设计的，有点土，是吧？哎，下次让你们娜姐给设计一身，好不好？我真的有发言权。哎，我刚才一直在跟孙楠说，我说这四个人那么别扭啊，他们穿这四套衣服。像租来的，杰哥费那么大心思，杰哥这方面不行，太差。中国字画唱得非常好，和音的声部搭得非常好，一定是杰哥帮你们设计好的。你们四个人的声音很好听。我很渴望有机会，要把《雾里看花》经过李杰的手再重新的再改编一下，请四位一起合作。我们把掌声送给太阳部落，祝福他们早日梦想成真，谢谢。那么在参加了青春赛之后，大家会发现李杰呢会淡出舞台一段时间，但是啊他永远没有离开音乐，在做着幕后的创作。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施鹏有一首代表作品，也是这首作品使施鹏获得了青歌赛的一等奖的好成绩啊，这首歌呢叫做《兵马俑》，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有请施鹏为我们带来这首他的代表作品。将很高明，把我变成了兵马俑，我站在黑暗中，我等你睁开了眼睛，有天有地也有风，你埋下了一颗情种，确定了我无动于衷，我面无表情，我必须到死亡的身边守灵，谁让我赔了你，又让我赔了情，天突然的开了一道风，露出了光明，到明天要到我的终站，我愿一生一世守候你，不能再哭泣，不能再直到天长，直到地久，直到实现心中的梦，宁愿啥好，人好还歌好，唱得好，唱你这首歌唱得好，真的好。我喜欢画方这首词，就天突然开了一道缝，露出了光明啊，特敢写，写得好，写得好。主要这个歌曲也好，最主要的杰哥人也好，他的那种真的性情给兄弟们感染的那种情感特别特别的好，作品也可能会传世，也可能会延续，好的作品还能再写出来，他就是写到100首、1000首好的作品，但是兄弟的情感是一辈子的，是吧？朋友的情感是一辈子的。杰哥，我其实听出来施鹏对你的那份心疼了，好兄弟。好，谢谢了，谢谢。再一次祝愿杰哥，谢谢。我和大南音乐上，我们俩缘分真大。啊，这个就是我，啊，忘掉所有，音乐为我大。我就坐在他们家沙发上，我腿一盘，我说我今天不走了，你给我写。就让欢乐的泪水留在你的脸上。在2012年
的时候啊，我们中央电视台有一部创了收视新高的电视连续剧，叫做《幕府风云》。那其中的一首主题歌就是《净土》，由孙楠演唱，杰哥创作。我和大楠，我发现我们俩不光是生活上这种，过去的互相照顾也好，我觉得音乐上我们俩缘分真大。嗯。缘分最大的就是我俩。那这样，我们请上孙楠给大家再次带来《净土》，好吗？感谢纳西族的生活。传说中有一片净土，住着古老的民族，每个人都能歌善舞，他们从不孤独。传说中有一座雪山，白云在山顶漂浮，一个梦反反复复，只想让你默默的领悟。哦啊咿哟，啊咿哟，啊咿耶，哦啊咿哟，啊咿耶，哦啊咿哟，啊咿哟，啊咿耶，哦啊咿哟，啊咿耶。传说中有一片净土，在太阳的那边住，一颗心不再漂浮，只想回到梦中的小屋。其实这首歌写很多年了，七八年了，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音乐，我觉得它是要需要沉淀的，所以不平时没事的时候就要写，不要说谁找你了你就写，我不是这样的，有发现好的东西就写，我觉得积累特别重要。对，说到这份，真的大家为什么鼓掌，我想是因为说到这份沉淀和积累，其实音乐为什么能够打动我们的心，是因为这个音乐的创作者他是用心去写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作为一个制作人在录音棚里的李杰是什么样。李杰是个不太能坐得住的人，进录音棚前让他老老实实的待一会儿都很难。但是一旦开始工作，我们的镜头记录下了他另外的一面。我说再比这个稍微实一点点，嘚瑟再唱清楚一点，就强弱就有了，别刻意去唱那个音，还朴实吧，因为这个朴实一点，你听我的一点错没有。李杰和那英相识近30年，两人迅速能够进入状态，甚至还擦出了不少火花。
这几个地方呢，刚才你帮我改的挺好的啊，就是从一开始这 A 段，这种唱法，我是完全接受的。这样的录音工作对于李杰来说，如同家常便饭，录音棚几乎成为了他第二个家。从歌手到创作人，再到制作人，李杰的身份不断丰富。虽然角色有所不同，但是他对音乐的热忱以及忘我的投入却始终如一。跟杰哥合作这首歌是春节晚会，那一年是2005年嘛，要写一首这个小人物，小人物大爱，我就觉得哎呀，必须要跟李杰探讨一下，但是他一直不给我回答，我就坐在他们家沙发上，我腿一盘，我说我今天不走了，你给我写，结果前后40分钟把这歌写完了。哎，但是我觉得8年之前的作品了哈，今天能够拿出来重新的制作，也看得出来两位对这首作品的一份钟爱哈。那是那是，这跟我现在的年龄也有关系。对对对，所以你再拿出来唱的时候，和李杰老师的他重新编曲，我都发现厚重了。那个，我觉得用掌声来让他唱一下得了，好吧？啊。仰望，心里收藏，什么都不能阻挡，路有多长，没有牵强，不用幻想，爱就在风雨中闪亮。我们要听到的是李杰的一首大胆的尝试的由自己编曲制作的歌曲哈。这首歌曲是王洛宾老师的一首作品，它是新疆民歌，但是我这次跟这个从意大利在国际上获了很多大奖，咱们女高音歌唱家李天的这种跨界的合作，我觉得其实美声也很多方式去演唱现代歌曲。我的人生。
李杰带着自己的音乐在自己的音乐版图当中任意的行走，同时他也带着他的音乐走出了国门。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李杰的音乐海外之旅。2013年1月，在北京还是寒风瑟瑟之际，李杰来到了南半球正值盛夏的澳大利亚。10天时间，3座城市，李杰充分感受到了这里的温度，同时他也把自己的音乐带到了这里。在昆士兰州当地的一所国际学校里，李杰临时客串起了音乐老师。面对着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聆听者，李杰向他们诠释了来自东方音乐的魅力。我心何起，我为你自豪。我唱一句，大家唱一句，好吧？你我谁呢？谁？就是凤姐。啊，哦，阿姨哟，阿姨哟，阿姨耶。尽管语言交流有些障碍，但是音乐本身却并没有国界。在李杰的感召下，所有人都融入了其中，尽情享受这美好的一刻。看来这个学生还是非常享受杰哥带去的这个带有异域风情的音乐课的哈。对，我觉得在国外唱红旗飘飘的感觉特舒服。对，我觉得一个中国人能够在海外给那么多外国朋友唱这首歌，心里应该是自豪的。对，嗯，你那会儿在讲台上，你是老师，你是不是心里也特满足啊？其实没拿自己当老师，嗯，就拿一个就是说朋友一样的这种交流，嗯，音乐上、心灵上的这么一种沟通。对，这次去的收获很大，嗯，这次因为去年做了一张新的唱片，叫《月上莲花》。然后这次签到了咱们世界非常大的一家公司，唱片公司叫 MGM， 嗯，签到了这里，然后同时自己也把自己的音乐梦想要传递到南半球。哎，这张照片哈是出现在我们的新专辑《月上莲花》当中的，对，特别的自得其乐，再加上这样的环境，就像在世外桃源当中。其实这个感觉是我，但是我今天不能穿这个做节目啊，嗯，啊，这个就是我。啊，那你怎么形容此刻那个当下你的感受？忘掉所有，音乐为我大。嗯，啊，节目录到这儿啊，我们也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也特别想让嘉宾席的两位嘉宾，李杰的好朋友，为李杰送上一份祝福。就是希望有永远做你自己。其实今天这个题，特别好，就是做一个真性情的你，成就了今天的你，一直坚持。谢谢妹妹。嗯，谢谢那英。孙楠，杰哥永远是我们的杰哥。那么不管以后路多长，还有岁月的痕迹有多久，你永远是我们的杰哥。永远，我们都永远喜欢听你的音乐，喜欢唱你的音乐。
爱你，爱你，爱你。I love you。山这不对，山这不恶意，山这和天地，山这众生。乐